快来了，来啥？雷曼，又在你的工会呢。还有3个小时，我去签个到的。我们工会上次第一。这，你按一下加入。按哪一件加入？任何一件。哎。哎，那你确认一下。啊，行，好。我加入了吗？你加入了呀，就那个，这就跟那个跟旧衣服似的。这新开的那一关，还想打人，真是。哎，然后那啥，这个解掉了。哎呀，你给我弄下去了。按下再按那个打，按下再按打的那个键，对。哎，这也得按下呀，哎呦。按下了哦，不是得按下。下加打。哦，下加打。嗯。这么复杂的操作。下加打 ，OK。哎呀！敲诈！打 boss！ 没打。这是啥？反正一群一群的虫。哎！这搞笑吗？对手先打。就是吧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晚了晚了晚了！哎呀，把我给踢飞了！跟我没关系，不是我的。哎呀，这题出错了，哎呀，这样都不行，太难了呀！谁打了我一下？好像刚才对，摁错了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这里得冲着这。不是，后面不行，后面就靠过了，不能冲。哎呀，要！这里也要。不是，这是一冲我就，哎呀，我就靠你俩了，我已经懵了，第一个跳，我就成功率大。哎呀，这里要。有点难，怪不得是五星级的关呢。他怎么老是碰到岩浆上呢？哎呀！哎呀，他的这是这里怎么？是不是到这儿就可以了？哎呀，谁把我砸下去？哎呀，我看他这儿呢。不行不行，这里得控制一下，这里得拿那个双剑来控制。哎呀，行吗？行，怎么老是？哎，我自己跳下去，这里得按两次跳键，用那个滑翔伞。哎，这怎么回事？你最好研究明白了再那个。哎，怎么就我一个人活着？哎呦，得下冲，刚刚那里得下冲。我只能跳过去。还不结束呀？有点不舒服。做的你啥呀做的？我第一开始应该是这样。哎呀！师兄，你一开始满的就是有点不行，不过你都不能错。哎呀，这里是怎么过来的？也得是冲吧，就是从前面跳下去，然后慢慢。哎呀，这里好难啊！我不想，我就等着你带我过关呢。没看到过你这么不讲道理。哎呀，这里不能太上面是吧？哎呀，但是这里很难掌握好呀。太黑黑了，我只能过去一个。哎呦！为什么这人？哎呀，这里。
这里得双挑，这里得双挑，等等，哎呀哎呀呀，我直接杀去了。你有些人还活着，他已经死了。哎呀，我光看你们了，我。你看我们干嘛？哎呀，找了，啊，这里好 tricky。哎呀，鞋子都破了，别动。哎呀，没踢到啊！哎呀，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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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这是我不是打那个东西，被打！哎呀呀！打了太疼，我没有拳头了，我没有拳头了，我没有拳头。但是复活是别的，复活我没有。快跑！啊！快跑！这是在你那呢，你再复活一个人，再复活一个人，先做一张大复活，要不然……哎呀呀呀！哎、没事没事没事，这不然太厉害了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吃我一拳！你手里有拳头呀？我专心打就好，你都躲好吧？哎呀，你到底躲没躲呀？我没躲呀，我就死了。哎呀哎呀呀！哎呀，不能碰到这边也行。你也要躲呀！你是我们全村的希望呢！哎呀呀呀呀呀呀！看差评。你跟师兄躲，我打他。哎呀，我怎么？我是不是还救活那个人是手？呀呀呀呀呀！哎，你们怎么没人拿那血瓶呀？哎呦呦！我们左右分散开，这样他就不至于把我们，他就赶紧救一个人呀，同志。我们左右分散开。好，我现在就哎呀，怎么回事呢？还是得把那个血瓶给吃到。赶紧躲，赶紧躲，师兄！我靠，好像救了人。不仅没死，还救了人，我不服你这！赶紧打他！我手是不痛，而且他不知道为什么不打我，我一直在那里，没人打我。啊！这里有人，哎，还没死，为什么？啊，真的一直不死了，好奇怪。你是不是站到那个什么啥补给点了、啊？对，我觉得是，我就大概我那个位置。真的一直没死过，但我手好累呀、啊。但那是。离我远点儿，谈，离我远点儿，离我远点儿，离我远点儿。哎呀，叫你离我远点。他刚刚好像是第二波，还是因为没打到他手指？不是上聚一起，同志们不能聚一起。我面对过来，来我这儿，这样快跑一点。要飞到去那边当兵。哎呀！主要我现在头好累，我躲不了他。我现在是单手玩游戏。你什么单手玩游戏的操作，骚操作都出来了。我手累。刚才那个摁了两下，太累了。你们来我这儿，我给你复活。然后再离开我，速度离开我，我跑不了了。我站桩不行。你快点下来，对，再离开我，不然翻车了。我给你别跑在机甲，别跑，没看见。真跑到那机甲，对啊！快点过来，别死了，快过来！你往上吧。不行，我手累。你往上吧，来，快来！你往上打吧，真是。往上打，往上打。哎呀，还有站桩叔叔的，你这个人，哎呀呀呀！你能不能走一下呀，大姐？
然后我在躺在里面就。你猪队友吧啊！复活呀！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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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我好像我们双人的拳叠起来能叠出火拳。火焰是吧？嗯。那也不要离他太近，有点不负责任。上哪儿有没有什么安全点？我给你讲一下。上面安全点。不是说那不是安全点吗？好，我知道，我们有快速移动的方法，用使劲下砸就可以快速移动。用使劲下砸的方法可以快速移动。哎呀，要死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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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还日本太君附体了呢？你？你们离我远点，别在这边一边，你们这些人。哪儿？这边有这个不安定点，我这过不去了，这。又升级了，你还好意思问我？这谁在那儿站桩输出？所以我觉得还不够跑。哎，我呀，打能打下去。啊！你复活一个人都行，一个都没复活着。啊！我得来得及。主要是我们走位啊，刚刚走完，你们的感觉好，快好，你快跑，然后我来复活，其中就往那儿闪，哎，好，再复活，现在不是说你超越，在这儿吧，啊，对，往上，往上，往上，好，往上，往上。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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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要再见到你这人，哎呀！我去，俩什么毛病？这哎呀！再来，师兄，快点！来第二回。第二回我就不管了。哎，上去的意思。跳。啊，跳！哎，跳！哎呀呀呀呀呀呀！这还要？快点复活我们！还好。好的。哎呀，不，这里得砸，往下砸。这么难的，我还活着吗？没有，别管了，又复活一个人。哎呀！好，大枪一把，哎呀！哎呀，你别把咱俩给拖死了呀，你！对啊，我给你复活了，你记得吗？哎呀！这又是啥？这又是啥？这？往哪儿走？关键是。我不知道，现在是要往右，啊，他来了，打他身上的黄点。黄点，开着我在这儿。没事，黄点是弱点，不打黄点也行，不打黄点也行。哎呀呀，不能传一起。还能往下吗？不能往下。快点，我死了，我先死了。好，离我远点，复活完以后，这复活完了，咱就坐在这儿，把骨头带你。能把它带到绞肉机旁边吗？可以啊，我觉得是这样。那我在绞肉机旁边待着。为啥师兄给我死了？我怎么觉得关键在绞肉机？不是，我是说，快离远点，复活以后，复活了就走，一复活就走，好，快走，走开，好，死了一个了，走开，好，离我远点，你复活了以后走。上估计又要那种跳了，已经不行了。哎呀，什么东西？这猪是怎么回事？也是跳的啊，也是跳的，也是跳的。刚刚才什么词？等一下，先把你们俩复活。等一下，我先不跳过来呀。哎呀，还得过来，我就死了吧。什么？你死着就真死了？谁要死一块儿？啊，好，在这复活一个人。
哎呀耶！得往下跳。嗯。左边还有个，左边还有个人质，但不好救。再去左边，去左边的。哎呀！哎呀！谢谢，这里得飞呀！我去，哎呀，你把我们两个都，把我们两个都拖死了，你。你们俩怎么回事？慢吞吞的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呦、哎！看这里是被风送着的，这里要去救那个人质非常难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呦我去！这怎么活的呀？你们，我都出去了。我强烈要求不要救我，我变飞了一趟。哎呦我去，这里得赶紧切换为跳的模式。哎呀，这三个都命。飞是哪个键呀？哎，我怎么活着呢？这不合理啊。我都没在。你对自己没信心好吧？我都没操作呀。三个人各占一处。那你去别地儿，我不会跳。他是这样来的啊。离开我，我不要在我旁边。对，我当然是一个存在，我不会跳。哎呀，你怎么放生复活我？还复活师兄？我死了呢。我才把你复活了，你就怎么又死了？你不能放生复活我，放生复活我不会操作。你先复活师兄，复活我不会死的。你都走开。又怎么不打还得别打我呀，哎呀打你我没有子弹，你把我子弹给我打没了呀，哎还占子弹给我没错的，哎呀呀呀呀，人了快复活一个宝贝，复活一个宝贝呀，他怎么又成完整形态？哎呀！来我这儿！哎呀！我不能放空中复活，快来呀！哈哈哈哈哈！啊，居然还是从北关，没重走，是他第二个形态。哎呦！这怎么回事？跳下去了？走开呀！我到哪儿你们就给我让。你说的自己跟女王似的，还到哪儿就给你哎呦呦。现在不是完整形态了。变大了吗？哎呦！哎呀！他又要来第三形态了。哎，我好累呀，累的是手。你累的是手，我跟师兄累的是心啊。
哎呀呀呀呀呀呀，疼灭了！就跟你说不要在一起啊，你怎么自己不动啊你？我不会动呀，我不会动呀，你们离我远点啊！快走，快走，走，快走！哎，刚才还有我俩，自己还能掉下来，就到此了，我告诉你啊。哎呀呀呀！也不是警告过你们不要再吃了。你怎么跟个大小姐似的？好歹我们也是满心厚意。你啥扭葫芦似的？我妈是那个。打呀打呀！你这。我这是帮你想，我家是哪个旗子吧？开场的时候不想，不开场的时候在那儿打 boss 的时候在那儿想自己是哪个棋的。哎呀，又碰巨棋了，快让开！哎，是不是好了？他又要变身了，他。哎呀，我还能自己掉下去呢。然后呢？你过来，过来。哎，在这往右边。是不是狗搬了？哎呦我天，奈奈，当时怎么过的？尤其一开始那个各种跳那个。哎哎哎！打开洞。好多钱，快点。哎呀，打我干嘛呀你？这十三个人是共同目标，好不好？真烦人。啊。好，该打屁股了。但我怎么觉得后面还有关呢？猪屁股，打到猪屁股身上。所有的那个空格的满分还有人吗？没有啊。有吧。应该不是，还有我看到后面还有一关没解呢。最后一关也不是很难。你在这站桩输出还好意思说？策略，不能所有人都。Action complete， 哎，真是啊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。比你还多呢。23。不是吃到的金币，等一下，这个可以打，这个可以打。怎么打？打哪儿？我先去打。打那个字儿。应该是那些球，那些长得跟脸一样的球，应该是打完还有彩蛋啥的。哎，这有球！哎呀，我要这个球，你别过墙。大家各凭本事啊！哎，只有你们那几场，别在这儿。左边。哎，是不是有球？走开，是球。哎呦！哎呦我去！好累呀，走，我们这里有完没完啊？哎呀，好，这有一个。哎呀，这有一个啊！啊，我走了。真的吗？哎呦，我完蛋了！哎呀妈，这个不能抢了，走开！你俩怎么抢呀？哎呀！哎，这边有个。你看到没？打这个东西是有分的，左上角的分在不断增加。啊，我好累呀、啊！就为了这点分儿，呀，走开，这个骑士。
哎呀，这边有两个，走开，骑士。把我打到右边去了，你好意思？干嘛？这山上不会有。我不是这么开心，谢谢能逮上你们。师兄分儿最高，现在。师兄一开始。按照啥键完确认？我歇会儿车内。按圆圈儿，圆圈儿。圆圈儿。真烦人，赶紧按，圆圈右边那个键。准备好了？再那个。站圆圈，站确认。这边有啥？看。那不管了，我先拿下面。哎呀，这个怎么办？又够不着了。哎呀，快抢这个！它是不是所有的欧还是每个键都去了？嗯。哎呀，这边有个。哎呀，这边有个。哎呦。啊，这边有一个。就看到一个，就看到一个皮大衣在那穿来穿去。哎呀，这边有个，哎，这个。哎呀，这个。吓！什么东西？你打我干嘛？到底谁在那打谁？你都打我们多少下了，还是别人打你一下？哎呀，这有个，这有一个，这有一个，哎呀，跳起来打，没打到，不要急，再抢回来。哎呦！这有一个，这有一个，我的目标是第七呢。哎呀呀呀！你跟我抢，抢的那个都没了。那你不要跟我抢就行。这个，我怎么没看你打 boss 的时候有这种镜头呢？错的都是错的。下辈子再来，再帮助你。我总觉得你俩在偷着打我。哎呀，这边有的。哎，我是不是反超你们了？同志们，麻烦请开眼关注。哎呀，是不是有人打我？呀，咱走了算了。哎呀，这！哎呀，这是！呀，是我们俩，是他死的。啊，这手还能硬要了，在这游戏结束了呗？什么剧组团队这么长？慢慢游戏。他一个人分加的特别多哎，你发现没，师兄？啊，你们也可以转呀，我跟你说。没那个加速，你按住加速键再按打就是可以转。我刚刚才发现，哎，然后谁知道他怎么按转？实力啊，你都怎么办？不管安装完毕了。没有，我觉得他这个制作人员字幕打得毫无意义，玩家们一个个都把他给毁了。哎呀，他就是想让你看完制作吗？让你看完。打完之后，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！啊，这些都让你们拿了。还有吗？有。我一瞥看了，还真是。哎呦，这谁？
二十级，飞二十级能让徐峥拿了，压这么多拿。右边有一个。右边，你们看右边，我要抢这个大。哎呀，这个字幕比《星球大战》的还长。至于吗？这游戏有这么能高端吗？这游戏好玩，是真的好玩。好累了，说的。有完没完了？这还有，哎呦妈呀，我天！应该快完了，他都已经选了玉璧了。原来你真的有在看玉璧吗？啊，这不是，不像某些人就只会跟打。哎呀，又让师兄给反超了。啊！就是你跟我内斗的缘故，他让师兄反击了。没有师兄，他那个斧子他长啊，他一下他打一片呀、啊，他。他那个虽然频率不很高，但他那个范围快。我这个是频率稍微高一点，但范围比他差远了。你那个人他长得高也有优势。怎么能让你俩反超呢？有完没完了？这字幕我就放了半个小时了。又按圈儿，你不要按中间那个键啊，大姐。再按圈儿，你把电源关了，你今天就无语了啊。哎，呀，没有点儿。哎呀，这个电我往边儿敲了东西。哦，最终99，应该在家了。啊，师兄已经打到99了，我去。那原来大家人人有份儿呀，这剩下的不只是这点。师兄走开，你不加了一人就要被同学。他要内卷啊。哎呀好，大概都999了，就这样吧。哎呦我天！这字幕有完没完？这到哪儿了？是啥？他到啥 ？Web Services Manager， 我们是不是跟着他上去？有可能，我跟你说。哎呀，早说呀！我救你，走开！谁救的他？就你们内斗那么吓人，还不救我？你说在这个地方要都三个人都死了，不会把字幕重新放？还在那儿不想输了，打人了，现在开始。哎呦，你跟着我撵，你有意思吗？你，师兄，我们俩联合来打他。好，我站右边。
闷在中间打。想得到没？看我的钓鱼。打死你！圈儿，安圈儿，安圈儿。你烦人，你把扛臭拿过去了，还在那等。你给我的好不好？你自己乱按过去的好不好？你不按，不乱按。不救他，咱千万别救他。不，你不是不想玩吗？你就死去死，然后咱不救你就可以了。哎，他那个时候可以正常的啊，一直是命，哪个电视剧里一直你打人，你打人，我都没觉我这个一直按住不放，然后再放下，你按住不放，那不就打疯了啊。 OK， 是这样。哈哈哈哈，笨鸟啊，你真是。打我干嘛？打你。哎，我这掉在哪儿上了？哎呀，快走！你下来呀，给我下来。这字幕够长啊，他们到底他们是把他们七大姑八大姨全都弄上去了吧？我怎么去就行了？这样去的。这么长哎呀，没感觉。哎呦！一拳打了俩人。我这蓄力没感觉打到师傅了，做什么？一个999，这样拿不到金枪，3000，2900，积分是吧？嗯。咱那些居然真的有上分的。但是还有一个啊，你看这。解锁了吗？哎，那多那个是 time trial， 这是 time trial。这儿还有 Dragon Slayer， you did it, you defeated the 5 Dark Tenants. We won't be seeing them for a very long time. Here are some 10,000 lambs to celebrate. 什么意思？ The evil Dark Ryman just appeared and invaded 6 pendants. Go back to the world you, to face with a new invasion and save new kingses. 这儿多了一个，怎么还救了一个人？刚刚是 boss 关的。啊，这是音乐关。这个。嗯，肯定是音乐关。死了。哎呀！去帮救人。哎呀呀！有人真的自己死了。对呀。啊，这里是必须等他自己下，不能跳的。哎呀，要打他！那这个怎么办？要打他？打他！
哎呀，你就跳了。救一下吗？那种节奏下还谁还来救你？哎呀，没踩到环儿，没勾到环儿。不是不打他，他比我出手快。哎呀！什么玩意儿？后边刚才突了一下的。咱这有动静的。哎，这刚刚好像吃到不是那个，就是那个灯嘛，那照照亮了啊，能打一下，要跳是吧？对，那叫照亮。那个地方要那个地方，哎，那个地方要干嘛？踢还是踢踢踢踢踢踢呀？踢踢不会踢，打对，那个把它打亮了。哎呀哎呀哎呀！那里要打的，哎呦我去！哎呀，妈，过来过来过来！我就飘着没你快。就按一下跳就行了。但时机要掌握的很对。呀！哇！不，这要跳到半中间，这要跳到半中间，然后。从这儿开始呀、啊？那你们应该从上面那块开始、啊。这要跳到半中。看到跳中间，按下。跳到门。我去。上山下海的一个日啊！啊，走到这边就行。嗯。啊，还行，从这儿开始。哎，点有点晃，我就知道。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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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。哎，然后呢？我已经死了。是不是死了？哈，我已经死在这儿。哎，哎，哎。哎哎哎哎哎啊啊！这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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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走，哎，看出现塔就按哎，两个数字的，哎哎哎哎哎。接地气啊！哎，看，哈哈，这怎么跳？这边怎么跳？哎，为什么这边没关？通关了？哎呀，掉下去！啊，这儿反正不好。哎呀，跳的有点。这怎么能在我们这样？哎呀，怎么能在这样？哎呀，怎么在这儿复活？不上来就死了？没事没事，咱只要有一个活到那个检查点就行。嗯、有龙，小心！怎么走来这儿？我有龙，哎呀！哎呀哎呀哎呀！他那个，走错方向了。哎呀，跳错了！
跳了，对吧？刚跳完飞机，立刻才跳。哎呦，又错方向了。它主要是它那个龙的火焰特别长。但这不是还有吗？对啊，我没明白什么。得拿到400的时候去解锁。四百的才能解锁它。他刚才是不是说又开了六个新的关卡？但四百，我估计以269来算，估计得把所有的都拿到。是吗？嗯。你有病吧你？没事，我就把它闷在这里打就行。真烦人，赶紧退出。按叉。对，我就是玩啥游戏。你先退出来再说。你先离我远点再说。真烦人，把这个保存。